有的人要试他的车子啊，没有人的地方啊，三叔啊，进户可以吗？睡不？大概在阴凉的地方。嗯，而且还有排水，你不能让泡在水。说什么事？哈 ？Why？ 说什么事 ？Come on！ 你看，这个就是两个轮胎呀、啊。我只是说，怀疑他是开进来上的。宰他的菜呀、啊，竹子啊，砍竹子啊。不是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竹子吗？还有里面哪有种树苗啊？台湾孝南呢、啊？哎呀，你看相思树好漂亮，茶园了。